叶师傅，风尘之中亦有性情中人。今下你出头个好日子，细佬同金楼同仁，风听嚟可贺你。咁点好意思啊，邓叔？少少意思，千祈唔好客气，请。 文哥，我哋楼面部代表全体阿姑，你可贺你。使唔使咁大阵仗啊？三姐呢，系我哋经班聊好数嘅阿头，玩过八卦掌，想请文哥嚟指教下。请。 八卦掌取法于刀术，单换掌是单刀，双换掌是双刀，步法一掰一扣，有64变化，擅长偏门抢攻。 三姐，切磋下啫，唔使拆祠堂啊嘛。祠堂拆过无数，没什么稀奇。叶先生，八卦手黑，小心。多谢。哦，叶先生。 今日个是喜事，兄弟代表账房先生，贺贺你。形意拳，奉岳飞为祖师。所谓脱枪为拳，钻、劈、横、抛。 春听巧，好功夫。你嘅半步崩拳都好架势啦。叶先生，过手如登山，一步一冲天，形意拳霸道，千万别轻敌。我就系想见阿高山。嗯，有点意思。 分定寸，控拳啊！我系打杂家嘅，真系几杂爆啊！杂唔好咩？打得咪得咯！人哋公家64手啊，千变万化，你哋咏春得3件头。摊榜服。
点样同你打啊？三唔见头够招呼你就得啦。勇哥，你串炮仗唔系好响啫。咁点啊？几十岁咯，拳怕少壮，你得个咩宗师啊？打到有气冇定头，你一定要响啊！多谢各位前辈教导。